提示一，一角、两角、三角形。到了。啊，一角、两角、三角形。提示二。提示二是吃给大家看。下表情，看表情。你可以讲了吗？他给你看到一点点东西，好像是那个。不讲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队员不能讲。还看到食物，提示二完了。提示三要来喽，早餐比较常吃。好，先去喽，先去喽。三角形。可能是面包，早餐比较常吃。我在想吃面包，我想吃面包类的东西，三角形应该是开压面包。不能跑，不能跑。哦，三三度的地板高，那里落地板高十度，不干，再一度，再一度，不，再去再一度 ，Thank you 啊。我要的是再一打八一八高不磨嘞，落地再三落地，别忘八高三八，再忘八高，这个很合理，别忘八高三八，再八高三落地，开压八度 OK。提示一，那是家养，那是家养，不要讲了。提示二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好，不确定，危险。去啊，赶快去啊！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第三个，看看，不要。对，反正你还没动。对，他动我就动跑哦，不可以去那边看。哇，厉害！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一个东西掉下来。恐龙是比较缺啊，缺，而给只给一半。好了，现在第七次哦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去看一下，去看图片，有没有什么食物？马来西亚的食物是用纸包起来的。这里吧，那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是有纸包起来的食物，很有名的马来西亚的食物。这里没有。没有包起来的，没有包起来的。马来蛋糕有。哈？马来蛋糕有包起来的。那哪里？对面的有啊，马来蛋。对，那什么是什么东西？鸡饭呐。鸡好。那个关键纳西罗马。纳西罗马是什么？是咖喱饭，咖喱饭。咖喱饭，拉西拉曼，拉西拉曼。大哥，我问你，拉西拉曼是用纸包起来的吗？有没有什么纸包起来的食物？马来西亚的食物？有的。是什么？什么？拉西拉曼就是椰浆饭。然后是有用纸包起来吗？对，用纸包起来。然后在哪里有卖？看看有没有开地店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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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拉西拉曼。好的，啊，谢谢。啊，拉住，给我一个大包。还是咖椰包，咖椰包。Sorry， 咖椰包一个。对。刚有人买吗？刚有人买。给我穿类似衣服的。只是包不住火，只给一半。你什么东西是切一半，切一半？就是一颗，然后你会切一半这样。好了，我拼了，就猪肠粉吧。我猜，完全是用猜的，对。1 2 3 OK， enough。One， 他又给我摆盘。慢着嘛。啊，慢着嘛，不，Yes， thank you。
谢谢。嗨。这是什么？我觉得对。哎呦！这一定是宪哥想吃的，那个也是我想吃的。猪肠粉，而且这个粉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对啊，刚刚有说，刚都没有讲到这些东西耶。没有。宪哥，这个我想吃一个。你先讲这个。好好吃哦。还有那油葱酥，对对对，对了，这个就是那个我发了什么纸包不住火，所以我就从纸那边去找，这是他们的那个很当地的椰浆饭。你太直白了，恭喜猪肠粉，对，是我们的，对，那是这个。他说这个要把它拌在一起，然后加秧就是那个椰浆的意思。哦，可能是比较缺了，所以他只给一半。筷子就是一个提示。对，我不加。这是第三个吗？没有，第二个，第二个。第二个。先跟目前讲了两个提示。看到了，好明显，你有看到吗？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你有看到吗？第三个提示啊！阿邦 ，call me， call me， call me 啊！我来吃巴西给啦！啊啊，麦干斯，你麦干斯。刚我都看不到他嘴巴的那一个是什么。OK， nanti I ambil balik, I makan kat depan. OK. Thank you. 好。买得这么快，买得这么有信心，搞不好就是错的一个，够力了。有你。超会跳，超会跳。超会跳，超会跳。Hurry up, hurry up, hurry up。我都买回来了啦，错了也没办法了啦。但看起来蛮好吃。这个面我现在是不能吃的，因为什么？它也没吸进去那个汤。不，因为让我会吃太饱。因为没问题，没错，因为刚刚就已经，你刚刚不就已经吃不下了吗？所以你才五战三。我已经慢慢的控制，就是要食物的马拉松比赛，所以我要配速很重要。本人坚持一定要五战三胜。好了好了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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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来了。哎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哦。不要情绪，不要情绪，不要情绪哦。已经在吃了。五战三胜，如果黑队再赢了的话，结束。哇。炒粿条。好强。我用一个形容词，第一个提示，浪里白条。白条什么？白条什么？第二个提示，回教同胞不能吃。哦哦。H 有去过台湾吗？不行，还没有机会去过。那你换一个。花莲还蛮有名的这个。他不知道花莲是什么吗？嗯。好，两个提示，有答案就赶快去。你有啊？我我有方向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。那就去呀。好，第三个提示。我要听完，听完就。来到这个地方叫做云顶，粒粒皆清楚，浪里白条。来到云顶，一定要吃的。吃的时候不一定要咬。Go！ 嗯，我们两个可以去散步一下。你们不是朋友。浪里，什么浪里白条？浪里。哎呦，他们两个的节奏真的是哦。他们不要再比赛。我坐一下。云顶一定要吃的。我真的没有哎。我看见了，哎，给我来一个云吞面吗？啊，对。OK， 哎，等一下，小心一点啊！啊，什么都不要，就云吞嘛，云吞面。云吞面只是云吞。啊，好的。OK。你买什么？啊，没有啦，我就看一下。其实我还不确定。
你觉得呢？这两个我想跟你买一样，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，这么高。你现在想的是什么？哎，这边有鸟哎！哇塞！你有什么头绪吗？我现在在想，啊，他点什么？他点。我没有点，我没有点。没有，我不会跟他点一样的啦。我真的没点。你是有信心的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决定这么快？我没有，完全没有信心。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云吞汤。我希望我可以对哈。谢谢。你是错的啦。浪你。浪啊，像海浪啊。是在海里的食物。黄队归位。啊！对吧？2-2。哇！哇！你刚才就有了，你隔壁他就是了。大长腿，赶快！我觉得我已经错了啦。会有大碗。哇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铁板猪柳。老鼠粉。铁板猪柳。老鼠粉。超好吃的，我要放老鼠粉。云吞就是一个湿的，一个到云顶一定要吃，而且不一定用咬的，用吞的也可以。云吞在花莲，浪里白条，浪里就代表汤嘛，白条我说跟条无关，我也是跟鱼有关的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准备。刚刚那个算吗？对啊，这刚刚算吗？刚刚有吗？那个刚刚有算吗？记录其他有算吗？刚这有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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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曾经沧海难为水。菜香菜的那个是什么？一般的，一般菜。是韭菜？韭菜吗？不是，韭菜吗？不是韭菜。面条是面条。先看我，先看他还没，他还没走。我们先看我提示。面条是很淡。最后一个提示。先看完，我们再讨论。最后一个提示，嗯，好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早餐小店有黄色的，在哪里？下面。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哎，刚不是有人买过吗？该是错还是对的？下面。谁买的？刚刚谁买的？没有，直接去找。下面在哪里？谁买错的？下面是谁买的？不是我买的。我们就看隔壁。玉玺玉啊啊！小玉买的，小玉买的，算了，可以。曾经出去过一次。对啊。那边哪里有蛋？哦，蛋因为有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有曾经出现过。哦，这边点。对呀，刚刚我这边点，我点。微光。阿邦啊 ，Promi， 发射，快点，发射，再过来一个。懂吗？不累啦，可以走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对了。我们家用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然后吃的时候有这个青菜掉出来，然后有蛋，有那个青菜。没有李玉玺的 temple， 一碗虾面，一碗虾面。啊，过来给你。啊，蜜五两，你要不要补一下？白咖里面。白咖里面。我不知道，因为咖里面跟虾面就是一线之差。反正他每次都是买虾面啊。他们都赢了。对啊，买好，买咖。好，所以你买错是有意义的。对，我们就会知道那个在哪里。趁机，不要一直在模仿虾子啊！才刚才模仿虾子啊？对啊，这是什么？我们后来买白咖里面，因为买我如果买虾面，我们就输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代表它是什么？难为水，用水一定要煮过才会变汤。汤对。曾经代表这件事情刚刚有发生过。对，对不对？恭喜。黑队获胜。